人生原来是一个不断超越自己的过程，要有目标有梦，知道他是千辛万苦地来到这个舞台，证明他的决心真的很大。我听到他的声音，他的音质是很好听的。今天就是导师揀学员嘛，Jasmine 最害怕是谁？我是害怕 Eric Kwok 老师。问一下 Six 他们最喜欢的导师是谁？星梦传奇二星期六晚8:30翡翠台。